从2013年我首次飞天，到1年前再次飞天，这10年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捷报频传，勇攀高峰。我们有了更广阔的飞行平台，更长的飞行时间，有了中国自己的空间站，由衷地为我们伟大的党、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。这10年，一代代航天人接续奋斗。当年神舟五号首次飞天，我有了自己的飞天梦想。但那时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够飞上太空，并到舱外漫步，还能在太空给孩子们讲课，点燃他们的飞天梦想。如今第一批听我太空授课的孩子们，有很多也已经成为了我航天战线上的队友。所以要问航天事业带给我的最深刻的感受，一个是时代的力量，另一个是传承的力量。媒体朋友问对未来的中国航天有什么期待，现在第四批预备航天的选拔已经开始，欢迎更多有志青年加入我们。再过不久，中国空间站也将全面建成，我们也期待和国外同行一起进驻中国空间站，共同探索浩瀚宇宙。